王铁锤一直说顺炮必败，但是他面对省七王，竟然用顺炮来赢的，关键是呢，他赢了。我们来看这把精彩实战，省七王打下公炮，铁锤呢别出心裁，来了一个顺炮，红旗上马，黑旗上马，红旗呢选择了一个高横车。那一般情况下走到这儿，黑旗都出直车了，但是呢他没有。他要回首士，红旗呢还是按部就班走了一个车平六。其实呢，由于补了一手士，可以考虑走一手车平四，控制这个将门比较好。黑旗呢又跳编马，那这都是老式的下法。红旗进车，黑旗平炮，红旗呢再平车。这样呢，就形成顺炮里面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单边封锁的阵型。这都是老式的下法，现在的红旗呢都是不进车，都是先跳马，马八进七，这也是现代顺炮布局的一个改进。黑旗呢挺足，红旗呢跳边马，黑旗这时候选择一个出车，红旗挺兵活马。黑旗呢，一看这个中炮发不出来，就选择了一手拆炮，准备啊连象调形。那红旗上马，黑旗补象，红旗再来一手兵三进一，挺兵活马。黑旗呢就炮三进四打兵，打完兵之后呢，他下一招得有一个进卒的一个先手。红旗呢，先选择了一手退车，绊住这个马，他呀不想让这个车马呀这么活，那黑旗呢就进卒，红旗踩边兵，黑旗再来一个高车巡河，以后啊可以对卒活马，红旗就高车，红旗高车之后，黑旗呢没有着急来交换，他选择了一手。车八平四，左车右移，把子力啊都往红旗的这个左翼来集结。那现在打着底士呢，你要是一补士，那这个车呢又发挥不了作用了。所以说呢，红旗呢就强行的横车过弓，来弃这个底士。黑旗呢也不打他，他选择一手平边炮打马，这样呢抢一个先手，以后啊进底炮要用车来杀士。那这时候呢，这省七王呢，选择一个平炮拦住，拦住之后呢，黑旗那就出车来对车。省七王在这里呢，走出一步巧手，他并没有选择对车，他呀选择来一手吃马，因为他现在已经单边封锁不住了，他就想着呀，把马一吃，以后呢。有一个进马踩双车，先骑后取来达到交换子力的一个目的。没想到啊，黑棋在这里并没有选择来象这个车，直接呢就来了一个下底车，不吃车。现在呀进车底线，这是一步鬼手，用鬼手来破你的巧手。那现在象这车呢？那他这就选择了一手上马踩车，那黑棋肯定是不客气了，杀士一将，吃掉，再吃象一将上来，再退一将下来，然后呢，把车一吃，这边象着车，这边吃着马，那红旗躲车，黑棋呢先来一将，再来一将。然后啊，把马一吃，这样相当于黑棋呢变成了一个先棋后取，但是呢，把士子找回来之后，还破掉了红旗的士象，应该说局势已经大优。红旗呢先逃马，逃完马之后呢，以后啊就有进车捉炮的这种手段，那黑棋呢先来一将。
然后呢，充足，防止你退车了做死炮，而且呢还要打你的兵。红旗选择一手退车，啊，黑旗来一将。红旗一看，我老将跟前反正啥都没了，给你个空投，打掉。黑棋呢，选择踩掉。这个吃炮应该说走的就缓了。红旗啊和黑棋啊可以考虑啊走一招炮四进一来隔断，这样呢以后他这个炮一退再来加个中炮，那这个很快呢这个红旗就顶不住了。让他一吃，黑棋靠卒。红旗吃卒，黑棋高炮，还是要往中间来。那红旗呢？赶快回马，踩着车，而且呢盯住你，不让你这个架中炮。啊，顺手牵羊，把这个一吃，吃着炮。那红旗呢？甩炮过来以后，准备下底炮来骚扰一下。黑棋就点两将，然后啊跟住你这个炮。不让你下底，哎，你要下底呢，你车炮在这里还对我有骚扰。红旗平车，黑棋呢就下卒，红旗回马，以后准备一将挂角将，黑棋呢退炮，退到下二线来防守，红旗呢要无计可施，又选择了一手出帅，准备啊以后来一将你落士，他就杀士将。那黑棋呢就退士，红旗回马踩着一群，踩着卒，踩住炮，黑棋呢大胆弃炮，走得非常凶悍果断。黑棋红旗把炮一吃，黑棋平卒，那以后这个炮往肋上一平，可就要命了。红旗呢平车站住肋，那黑棋呢就置之不理。进敌吃象，那你这边杀士将没有用，杀士将上来了，你就是下炮来一将，那他也不用吃回去你，你还是照样可以选择一手上老将，这招杀象绝杀你是守不住的，这个沈七王呢也只好投子认父。